松井架头一样。一到十分，9.85，4000多，好便宜哦！好便宜哦，在台湾吃这个口味，觉得 CP 是高的，不是整餐很便宜，是整餐算不便宜，不便宜，但是其实蛮好吃的。但是你要吃这么好的肉的话，品质跟好吃程度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价钱算很便宜，推荐。米泽牛烧肉餐厅，鲜培浓郁，里面不知道是包什么，但吃起来真的跟大乐的差不多的感觉。鲜培浓郁第二弹，毛豆奶茶，其实没有什么毛豆味，蛮好喝的。第一次租车，好，准备出发喽。我比你还紧张。左转，右大左小，没问题，而且没有打磨刷。很棒很棒。我们一开始一出来就打。前方上面。八库入库不可。八库入库就是不能这样进去。我就问，到底谁会这样进去？他是开从什么明治年就开的？几百年了，这是第六代。那 Google Map 还写第五代，然后官网已经改第六代了。跟上次那家比起来，我觉得这家比较好吃。我也觉得这家真的很好吃。这家塔菲肉骨3.5分。3.5，3.5。对啊。这里的人都没听过。会津若松城就是当地人也叫它鹤之城，伊达政宗在这里就崛起了。这边它不是在那个仙台吗？在仙台啊。仙台离这边新干线要50分钟了，起码大概要5小时吧。对，反正他就在这里跟鲁明治打架。第一次进城，之前真的吗？之前我们城不都没去，每个城都没进。是哎，这就是城主看到的景象吗？嘿，这里的樱花好美，好应该前两天才进。对啊，大村庄。对呀、啊。好，作为目的地。好。开始打。好，那个。山油，哪山油？山好，出发。厕所，洗手，哎，有浴室的。有棵树，大嫩树。
它这里好像就这样一条街，所以很快可以逛完。好，哎、哦、呀、欸，这一排也太可爱了，因为是风，好好笑哦。这是手工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都是他做的。葱，太可爱了吧！哎、欸，这个葱很幸运。大内宿最有名的就是大葱小麦面，你吃葱吗？不吃。那你？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还有根，就是买小废物专家。这是大废物吧？不吃又白嫖。哪里有五色？只有一色。完成，那是我们的车，拜拜。我没有造成任何事故。对，虽然那个运了一天了。我们的车，拜拜。你看，它不是定向，干，我就说可以。